其实今年的新年过得比较长，我们回了我太太老家，去过年。然后呢，我们去了日本旅游，然后又回来香港，然后我自己又跑去马来西亚，又回来，在香港已经有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了。对，所以这个新年大家都过得比较长的，好像尽快要复工了。那么在这段时间在香港呢，其实一直都想要去做一点事情，所以今天我会派发9000个这个医疗口罩，然后还有600份的防疫用品。我们主要是瞄准了就是年纪超过60岁的长者，还有家里有小孩的一些家庭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等会儿我们准时开始派发，然后尽快的，今天我们多一点同事能够把这些物资都尽快的把它派发完，大家会回家了。